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修这支吹风机。之前有一个电线的一个保护的软管，那因为使用次数太多次了，它就断掉。那断掉之后呢，这个线就少了一个折弯的保护。那每天使用哦，次数太多次，这样弯弯折久了，它这个地方呢，电线可能就断掉，里面的线可能断掉。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看。整个电线都断了，脱皮了。我们现在不确定到底是坏什么，有可能就是单纯电线断掉不过电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把线接回去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。好，那我们焊接好，我们现在先来送电哦，试试看会不会动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开关先开到这个第一速，我们把这个电线呢把它插下去，看会不会动。有在运作哦。OK， 这样算是修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组装起来。
搞定了。好，那这一次这个吹风机的故障排除呢，那就是这个线的这个部分哦，这个弯头的部分，因为使用次数太多次导致电线这样折弯太久，然后就断掉，线就断掉了。如果你家里也有吹风机突然就是不能做动，有可能真的单纯只是线断掉而已，吹风机要坏的几率真的是很低很低。这个简单的一个故障排除，然后把它的线重新焊接之后就可以再使用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一下哦。我是粉红爸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